你们好，我要跟你们说，我跟朋友在家的事的故事。故事。有一天，我们在中国，我们在我们的家里。我们的家在中国。我们的家不太大，也不太小。我们的家很好。我们在家里喝茶。我们的茶很好喝。我们都喜欢喝茶。我们在家，因为在中国，现在有一个问题。很多的中国人要在家里。我们不太去外面，因为我们不要病了。我们也不要我们的家人病了。美国现在也有问题，在美国。也有人病了，很多国家的人病了。美国人也要在家里吗？不知道。所以，我们那天。在家里喝茶，我们很难过，因为中国的问题。我们还难过，因为很多人病了。我们难过的喝茶。可是，什么？我们听到了，哦，我们听到一个东西，不是一个东西，是一只动物，是很大的动物，什么动物？我们都不知道，我们都很害怕，我们害怕很大的动物，不是牛，也不是鸡，很大的鸡。不太可怕。我们听到的动物很可怕。我们知道不是鸡。我们听到的动物是一只很大的猫。我们听到的猫很大，所以很可怕。猫要吃我们吗？我们不知道。太可怕了。
我们不喝茶了，因为我们都很害怕。我们不喝茶了。猫很害怕吗？不不不，猫不害怕。猫跟我们说：喵喵，你们喝茶吗？我很喜欢喝茶。我跟你们在你们的家里喝茶，好吗？是猫说的。啊，很大的一只猫，不要吃我们。哦，它喜欢喝茶，要跟我们在家里喝点茶，喝一点的茶。好了，我们跟猫说，好，我们有很多茶。小猫猫，跟我们喝茶吧。猫很高兴，我们也很高兴。我们有新的朋友，跟我们一起喝茶。一起 together。跟我们一起喝茶。